扔了大尴尬。要怎么小心？知道你和他们有不同，孤独的年代太危险。难道你和他们有不同？别那么着急，反正是末的年代派头。不明说，看破不说破。原声带你可以用在歌曲的低音部分的开头，怎么去发呢？首先跟老师找到打歌的位置，然后在这个位置上呢，我们打开口腔，露出上排牙齿，抬起下颈，利用吐气的一个力量发。你会发现胖胖均匀的